王娘娘，是你吗？锵锵锵锵！怎么样？太红了，妈，屋子里头黑乎乎的，你戴个墨镜儿，你不怕摔着呀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时尚。再说了，我们老年人越到老越要穿鲜艳的。再说了，我这次呢要去见我的准女婿，所以我必须呀，要穿得隆重一点。不是太隆重了，你不怕把他吓着呀？我就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，让他知道你骂我有多厉害，以后他不敢欺负你。这点你放心，在上海滩除了我妈以外，没人敢欺负我。行，眼镜摘了呗。不。妈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。妈，这就是，哎呦，这就是那个，慢点儿，那个张猛。阿姨好。啊，坐下再介绍。挺猛的哈。哎呦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挺好挺好挺好。哎呀，挺时尚的。妈，你把眼镜摘了，看得更清楚。啊，我看清楚了。您坐您坐您坐。咦，真不错真不错。哎呀，真好真好。哎呀，真洋气。嗯，您坐您坐。好，您喝茶。嗯，好喝，哎呀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你就是那个……哎，你好，我叫张猛，今年33岁，没孩子，以前做模特儿，现在跟大爷开这家公司，我占公司70%的股份。啊啊，嗯，占了70%的股份，不少啊。你投了多少？妈，这个公司吧，你看规模也就这么大，他能投资多少钱呀？这还行，主要是我动脑子，他体力活儿。对，嗯，挺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多大岁数了？我叫张猛，今年33岁，没孩子，以前做模特儿，现在跟大爷一起开这家公司，占公司70%的股份。妈，问你多大了？33。33，比我们家大爷大1岁。啊，嗯，挺好的。哎呀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33还单身的话，那儿……啊，没，我离过一次婚。啊？妈，我也离过一次婚，你别忘了，这不正好吗？妈，你想想，他都33了，怎么可能之前就没有那个，是吧？就还行，挺好。嗯，你们俩都离过婚啊？对啊，扯平了，平了。对，哎呀，那你这以后可不能嫌弃我们家大爷了呀。不是，谁敢嫌弃我呀？对，阿姨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哪敢嫌弃他呀？大爷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女人了。哎呦，那当然，我看看谁的女儿。对，我教育出来的女儿。不会有错。对，你住哪儿啊？我住这儿。机会其实不是特别多，我有房子，住的特别远。有的时候下班晚了，大爷就要留我在这儿住，这样的话呢，也方便我们两个工作和生活吧。妈，主要是他做饭特别好吃，他每天给我做早餐，他嫌我太瘦了。那个，哎，妈，你想吃什么，让他给你做。那个，他坐下。今天呀，你说这些，
解释这些，特别合理。合理。再给我倒杯热茶。嗯。你看看这孩子，见我这么激动。话有点多。麦当劳。麦当劳。麦当劳。哦。阿姨，我在麦当劳有工作。你炸薯条啊？见客户。对，我在麦当劳见客户。那儿有咖啡。我知道，那儿的咖啡便宜，见客户省钱。对，你看，去吧。啊，行，你穿个外套哈。哎，妈，我送送他。哎，再见。今天就先到这吧，其他的等下周飞行检测报告出来再说。散会。哎，大姐，这个表不好吃。行，陆军护驾修完了。啊。你小子回来了？这假休完了，不就得回来上班吗？再说也不能躲一辈子呀。生活呢，还是得继续的；钱呢，也还是得赚的。你这婚没结成，骗一婚假，挺成功啊！就别取笑我了啊！咱俩别死。哎，你爸妈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昨天晚上回去这一趟，把我狠狠打了一顿。哎呦喂，那力气大，一看就身体健康，我还挺欣慰的。你就该。切！你跟大爷怎么样了？别蒙我啊！上次在咖啡厅看得一清二楚，人家对你就没好脸色，是不是想起过去的事还生着气呢？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啊！他生他的气，我还不高兴呢。你赶紧找老大报道去啊！走了。啊。喂，妈，我在这又洗菜又忙活的，你也不说帮个忙，你在玩什么手机啊？我是大厨，只管掌勺，洗菜啊都是小工干的。今天我在你们公司拍的照片，我就赶紧发到朋友圈，让那个王大妈、张大妈还有那李阿姨，让他们多几顿。幼稚！哎，什么叫幼稚？他们天天在朋友圈里晒媳妇、晒儿子、晒孙子的，哎，我就不能晒晒我女儿的公司，晒晒我女儿事业有成？哎，妈，你也太虚荣了。虚荣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女人要是离开虚荣，她一天都活不了。我还告诉你，我照有一口气，我就是跟他们比。行，你爱比就比吧。妈，这豆角摘完了，那这些菜呢？全洗啊！你吃不了这么多吧？吃不了，一个快员呢。快员？哟，人来了。哟，罗畅啊！哎呦，来了！哎，喂，进来。换鞋。你不是不待见他吗？你怎么把他叫来？你疯了？你自个儿做饭吧。望什么望啊？让你进来的。哎呀，还生我气呢！
哎呦，对不起还不行吗？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陆军那事儿又想起咱们以前，你别着急，那事儿是我不对，但总得过去吧，你总不能一直不原谅我吧？我不是不原谅你，我是不能原谅我自己。啊？没事，算了。我妈叫你来的吧？啊，不是让你来你就来啊？你忘了我妈怎么对你恨之入骨的呀？胆子够肥的呀！嗨，这不是好久没见你妈了吗？再说了，你妈这是头一回啊，和颜悦色的请我吃饭，我当然得过来看看为什么呀。你说她会不会让咱俩复婚？哎，大爷。再过两天就是你32岁生日了，怎么过？过什么生日呀？20岁之后没这习惯。为什么呀？这人过生日就是提醒自己越来越老啊，没必要吧？再说了，聚那么大堆人在一起给你唱生日快乐歌，看不出来哪儿快乐。那可是你32岁生日啊！32怎么了？又不是60大寿，有讲究啊？不是。我都好久没陪你过过生日了，今天我有空。好久？那我告诉你，未来的很久很久很久也不是你陪我。啊，那可不一定啊！你说咱俩经历这么大的事儿都没有断了联系，以后肯定也不会。嗯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哎，走吧，吃饭去吧。啊，走，吃饭去。摸了狗洗手。小罗，来来，吃点，吃啊，吃啊，来来来。哎，谢阿姨，谢阿姨。小罗啊，哎，你跟阿姨好久没见了吧？啊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这事业稳定，哎，这个身体健康。哎呀，挺好的，就挺好的。好好好好。哎，那是不是又快结婚了吧？没，阿姨，我这连女朋友都没有呢，没没。哎呦，还没有女朋友呢？没有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吃吃，快快吃啊！也是哈，你毕竟有一段过去不光彩的事儿哈。妈，别胡说行吗？小罗啊，阿姨跟你说实话，我对你过去那件事呢，我很生气，我到现在都很生气。啊，不过小罗，阿姨没有别的意思啊。说实在，你的条件是真不错，从这外表、身高、工作、收入，真的是挺好的啊。要不当初我也不会让我们家大爷嫁给你，是不是？妈，这菜咸了啊，太咸了。咸吗？不咸，不咸，不咸。不咸不咸，你就多吃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多吃点。今天这些可都是我们家大爷做的。啊？来，多吃。啊，就是咸的。哎呀，吃吃吃，吃一顿少一顿的。多多吃多吃啊！小罗，嗯，阿姨没别的意思哈。你看你们俩散伙了，这算买卖呢，不算交情。哎，处成好朋友挺好的。阿姨是开明人，没事儿。哎呦，真的，依我们家大爷这个条件呢，要想找一个比你更好条件的，可以说分分钟，不是吹的呀。对，阿姨您说没错，这大爷以后肯定找一条件更好。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哎呀，不过你说，找一更好条件有什么用啊？阿姨有啥说啥了啊？你说你前夫老处在这儿，你说能对人家俩的关系起到好作用吗？啊，将心比心，掉个个，你想想。如果你有女朋友了，我们家大爷呢老处在你和你女朋友中间，你女朋友能高兴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
是不是？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是。哎，明白就行。来来来，吃啊。还有啊，以后这情侣服少穿啊。不是你个大男的，穿个粉的，你骚不骚啊？我就是，男人穿粉的不好看。哇塞！你看他怎么吃。他每天午餐都这么吃。海涛，别光给他吃肉，让他吃点菜。哎，好。阿姨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两个菜，洋葱圈和炸鸡。哎。行，那你也收拾收拾，赶紧吃饭吧。哎，好。重新再来。不用。好了，吃饭的时候不能看动画片，好好吃饭。可是我在张猛那边，都是边看动画片边吃饭的。张猛连这都不懂呀！吃饭的时候看动画片对胃不好。行了行了，吃饭的时候别说孩子啊，吃饭。妈妈，你别怪张猛，是我坚持要看的，我喜欢米奇。哦，对了，妈妈，我要那个洋葱圈。洋洋，嗯，你要是喜欢米奇的话，那妈妈带你到迪士尼看真正的米奇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妈妈，那你要说话算话，不许骗我。妈妈当然不会骗你了。那你知道米奇的家乡在哪儿吗？嗯，老师跟我说过，在美国。洋洋真聪明。那咱们去美国看米奇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去米奇的家我当然愿意了。那咱们跟米奇一起在美国生活呢？那我也不能光跟米奇玩啊，我还得上学呢。美国也可以上学呀。那我去了美国，是不是就见不到张母啊？怎么会呢？你到时想他，咱们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回来看他呀。来，你不爱吃洋葱圈吗？多吃点。可是人家美国人都是说英语的，所以洋洋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的学英语，到时候就能跟妈妈一起去美国看米奇了。妈妈，我想上个厕所。上完厕所别忘了洗手啊。哦。来，海涛，你也吃一个洋葱圈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好端端的你把罗畅叫过来，啊，说个话还要加强带帮的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你不多此一举吗？少跟我装。你跟罗畅一直有联系。是啊，我们是有联系，但是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普通个什么？你妈吃的盐可是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呀。你柜子里放着那些包装精美的垃圾袋、擀面杖，都是罗畅送你的吧？不是，你怎么翻我东西啊？你说我闺女翻你东西怎么了？我要是不翻你东西的话，我还不知道你跟罗畅有联系呢。我可警告你啊，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今天我让那小子来，就是提醒他，让他离你远点。还有，我必须给你敲敲警钟。罗畅虽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，但是人往高处走，水往